庄丰嘉，他居然给我们党团办公室主任说，要求国民党撤案，否则他要开记者会修理国民党。哇，好胖啊！抱怨的哈，由我进立法院18年，我相信柯建铭委员进立法院快30年，从来没有听过哪一位人在协商的时候敢去要求哪一个党说你必须要怎么怎么做，他必须要求我们必须撤案，否则要开记者会修理国民党。他是一个媒体，没有错，我们对媒体好怕哦。你有种华视就不要拿政府的钱嘛。庄丰嘉可以用这种口气跟我们讲话哦。老柯，你在立法院待那么久，你有见过这样子的人吗？你也讲过公道话，是不是？这个人今天不给个交代，我们抱怨了，也下面也就不要处理了。好，请柯总召。刚才听到这个慈铭的论，我非常讶异的哈。这个连我都不会讲这种话了哈。我跑跑的。有哪一个官员，甚至行政院长，出言恐吓一个党团，说你们不撤案，我要开记者会修理你们。这一点我没有。老柯，我跟你讲哈，我现在我听一个具体的要求，行政院的秘书长也在这边，你可以立刻打电话给苏贞昌院长，我现在要求把这个人换掉，我再跟你谈下去。你听我讲，如果你不把他换掉，不给我们一个交代，你把国民党当塑胶，你把国民党当熟了再踩哦。我跟你讲，如果说你要这样子干，你就试试看。我现在立刻离开。你等一下，不要讲，我再讲啊。我接受你的所有挑战，也不必大小声，我哪讲不要紧。哪有一个华视的总经理，我胆敢跟我跟我们党团，你听我把完整讲，是我任命的党团办公室的主等一下主任，也是我要求的党团办公室主任，在你们的要求之下，我们要求他们去协商。不要再讲了，好不好？柯建铭，等一下，如果柯建铭，如果说你认为说这样可以护短，我对你就没有话说，以后我也不会对你讲任何话。好，你听我讲，我等一下我把它讲完。好，今天不是说你以后要不要跟你讲话的问题，今天不是我要思维复盘的问题，我要讲就是这个事情有思维曲直。第一个，我刚才开头讲非常惊讶，连我都不能接受，赶快处理啊！你听我，你们调和共要啊！这个那长，演讲那么长，你三个人都在讲，我都听啊。按照这民党文件很光爽，对啊，我要讲终极答案。等一下，李永德，我叫李永德部长来，好不好？他在路上，我在还没来以前，我先讲整个华视的问题，和公广集团的问题，好不好？是吧？因为就是华视本来就是公共电视派系嘛，公共电视董事长是陈玉秀，大家都要吵，连间的公共电视的总经理也没有，副总、执行副总也没有，都是用带的，直到执行副总，整个就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所以庄丰嘉总经理啊，是以前就派系了，连我都对他非常不满。我这边我不能跟你讲，我有一次看到一直看华视，第一次把第四条他总一直在修理我。我都觉得很奇怪，我都吞下去了。难怪你也会，他这个人，他过去听说是媒体人嘛，那媒体人他不懂得这整个政治运作嘛。那媒体人他只要求人，我们就让他得人就好了，就不要在这个位置上。这很简单的一条事，那现在是怎么处理嘛？得人了哈，好。他真的不行，我们就该换嘛，就要调和公料。好，你先讲。调和公料，好。他要求人，他那种性格不适合带这个一个行政主管嘛，因为媒体主管，我让他回到媒体求人得人，这个应该合理吧？但是要怎么让他求人得人呢？我们今天不要为了这个事情，我们一定会把它处理好这个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整个华视和整个公司的华视这个青黄不接，好、哦。
一定会重新，包括陈义秀董事长也想离开，大家都想离开啊，这一定会把它调整掉，你放心。好，所以我们不会护短。假如说我的性格是适合做民意代表，叫我做行政首长，我绝对不会做。哦，当然，每一个人已经吃几碗饭，他自己很清楚嘛。老魏，你这个性格一定做民意代表，我们这个性格一定做民意代表，我们整天共来共去嘛。首长不可能，首长就当然是要正经八百啊。那他现在有点转型嘛，哈、哦。好、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让他求人得没有关系，但是呢，在等。那这个总议员跟我们这个华氏的问题会处理。等一下，这个问题哈、哦，这个求人得人没有关系，我们总要给文化部长来讲一下。我已经打电话叫监肃赶来了嘛，他已经来了嘛。啊，这个我觉得，这么连我都很意料之外，第四条、第四条一直打我、啊，哦，奇怪，这都是狗哎，哦，连着整个媒体、整个新闻，我这很注意观察新闻。因为这个法师是国民党来经营的，很奇怪，他哪里乱打一通，我都看不懂。但是我们苦不堪言，不敢讲嘛。好，所以这个可以值得检讨。但是，请文化部长来好不好？他马上到，好不好？的确，我认为哈，庄凤家总经理这个态度哈是有欠妥当哈，所以这个部分他必须哈要去处理。不过，因为公共电视啊。我们一向啊，公共电视法的精神呢、啊，就是政治不介入他的人事跟那个哈、啊、这个新闻的操作啊，所以我们可以要求他们的董事会啊，由董事会提出啊最后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方案出来。那么是不是给他一点时间哈、啊？比如说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之内啊。啊，第二点呢，其实这里面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啊。董事会一直没有改选，现在已经拖了快两年了，哇，已经快两年。那么这两年期间呢，的确对公司里面的内部的治理哈，那么造成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因为现在这个董事会也不是说他们不负责任，而是因为他们太心理上觉得他是延任哈。是看守的性质，所以有重要的人事跟重要的决策呢，他们都认为不应该由他们来做，所以要留到下一任来做。所以我认为这里面很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公共电视董事会组成改选所产生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也必须拜托哈，我们朝野各政党各位委员哈，那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了。